看一下八三幺机器，然后怎么把图片插到机器里面。这个 U 盘就是我们，就是我做好的，图片放到我们这个 U 盘里面来，已经。然后我们把做好的图片的 U 盘，然后插在这个机器里面啊，这有 USB 口啊，这边插上去之后，然后我们点打开，打开，然后点 USB 啊，然后这是一二三，这三个图片是我做好的，然后我们随便选一个啊，我把它，就说我要把这个图片插进去，插入信息里面，我点打开，哎，这就是我已经插好的已做好的一个图片，然后保存一下就行了。保存一下，好，我们点打印，我们点打印就可以直接打印了。这个图片我们已经做好了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打印了。这个插入这个图片，当然了，删除图片的话也是一样，把它选中，然后点这个 Delete， 点删除，我们这个图片就删除了。然后我们再增加的话，再打开 USB， 然后我们选另一条信息，然后点打开，哎，这另一个图片我们就插进去了，然后保存一下，然后直接再点打印，我们就可以打了。这就是图片怎么插入我们喷码机里面去。